王力宏、雷神之锤也就把我锤个半死，李静蕾会成为下个薇娅吗？第一个话题，王力宏被锤死了吗？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没有被锤死吧，他还是可以回中国的台湾地区，或者是去美国发展，应该在大陆地区但是基本没希望了，我觉得。小毛说一下子，他锤不锤死，他的钱已经够了，没必要讨论这个话题了。那也是有锤死不锤死的问题啊，话题被锤死了。对，你把话题给锤死就是人家根本不在乎钱，但是他比较口误，是吧？嗯，我个人认为王力宏没有被锤死。第一点，微博还在，就是微博如果是被锤死的话，直接就是这个微博就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央视影片目前没表态，没把他列入恶劣艺人之内。然后呢，就是那个李静蕾吧，他爆出来的瓜就是不是说犯罪性质的，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而且他这个就算有嫖娼的事情，他是也是在大陆地区以外，而不是说在大陆以内，国家把他抓住了，就公安局把他抓住了，然后变成一个犯罪行为。他这个都是一个，他没在大陆嫖娼啊。他是那个李亮雷爆的料都不是大陆境内的。但他这只是说他的，而且是刑事责任，没有说他的道德层面。那别的国家嫖娼是没有犯不算犯罪？分国家，大部分国家都。他在哪嫖的呀？他好像说是在马来西亚，而且主要是一面之词，只是李亮雷说了，没有证据啊。而且李亮雷他已经说他不会控告王力宏和他王力宏的爸爸了，他不会提出刑事控告了。那就基本不是嫖娼的话，不是他控不控告的，是国家抓不抓他的问题。但是你得有证据啊，你只是一面之词啊，另一边没有啊，你只是他单方面说就是吗？那他如果没有证据，他敢说吗？没有，但是他被爆出来呀。对，因为说他嫖娼的，因为说了，我们对呀、啊，因为大陆我们国家法律肯定是规定谁报案谁举证，对，是吧？如果是公安机关提起公诉，嗯、或者是李亮磊提起申诉，他肯定要提供证据。不是嫖娼，不是由人去举报，是国家来判不判的是不是嫖娼？人家国家不会主动来说你嫖娼，肯定是有证据之后才会来说你嫖娼，或抓到了现行，或有录像，或者其他。那他可以提供证据的。但是现在那个王力宏不服软了吗？道歉了吗？所以说就现在属于半锤的状态。他如果隐瞒这个证据，是不是就相当于不报啊？就比如说你老婆犯罪了，但是你不报，是不是隐瞒叫做什么隐瞒罪啊？这个法律层面上我还真不知道。就比如说你老婆就嫖娼了，你都知道。这个可以回头请刑事法律专家。这可以请那个网下朋友可以，观众朋友们在帖的评论里看有没有这个。在马来西亚算不算犯罪啊？嫖娼？而且就算是我们。那个国内把他定为那个恶劣艺人，他不能那个发挥他的那个是什么呀？就是说，作品呐、啊，然后是不能演出啊。但是在海外他不受影响，所以说，对，他就只能说半锤，没完全锤死了。他的作品不是都被下架了？没下架，我看网上还有呢，我看那个刷各种平台都有呢，各种什么歌啊都在啊，嗯，而且央视也没有定性他为恶劣艺人，现在目前可能也在大家观望这个事在进行下去的过程中，嗯。那个第二个话题，李亮雷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薇娅？他会不会去直播带货？我感觉有点路要走哎。有这可能。只能说是他是一个潜力股，但是我觉得很难。你认为呢？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薇娅？他已经有钱了，没必要去直播。那有钱就更有钱呢？他谁不想更有钱呢？他之所以这一次跟王力宏撕，就是因为他感觉他的财富一是不公平。二是夫妻的双方财产应该公平分，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不会说、嗯，因为你像他之前走的路线跟别的人不一样。嗯、如果你说是王思聪的那个前女友啊，嗯、他不是叫某某某、嗯，他现在不是也在直播带货中排第四、第五嘛、嗯？他是因为之前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嗯，所以说他有就是可以利用一些他本身的就是话题来制造舆论，来给他直播带来一些可观的收益，但是。我觉得他的前期走的路线可能跟他不一样，他一直走的是上层那种，可能走娱乐圈，走但是走名媛路线，对，是的，我个人觉得，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然后是的，如果直接直播带货有点太赤裸裸的那种，太明显了，会被反噬的，是吧？有可能，对，我个人也不认为，一是他有这条件，他不见得去带，对，因为就算他要成为威亚那么大的一个主播的话，不是一个爆一个瓜就能成为那样的主播，得有各种资源的，人家威亚背后有联想，有各种什么阿里系啊，各种。资源在里面，所以说他可能是如果带货，他也不可能成为那么大主播，可能是部分一个小的一个带货主播而已。嗯，但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说，王力宏精神控制住那个什么了吗？就说现在有舆论说呀，那个李亮雷被王力宏精神控制住了。
然后造成他精神受到了一些打击、挫折，或者是不幸福。你们认为王力宏精神塌了吗？还是他精神王力宏了？我觉得是王力宏以为他精神控制了李亮磊，但实际上是，我觉得都没控制，是只是王力宏以为他能控制的。他自己单方面以为把自己掌控拿捏的死死的是吧？没想到被人家给，比较怎么办？被人家给掌控的死死。对，反过来给你是原来是小丑是他自己。对，是的。你认为呢？他俩谁控制谁了？还是说？就是一开始是王力宏控制他老婆嘛，他老婆不是这么说的吗？嗯，但是，然后后来他反抗了。谁反抗了？他老婆呀。对，应该是反抗了，他不是说就离婚了，他帮他王力宏三个孩子，然后三十几岁把那个决定权给从他母亲那里抢回来了吗？这个话题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之前不是说王力宏一直没有三十七岁了还没有对自己的那个决定权财产的决定权，他是通过李亮磊来控制，然后打击他，就是跟他母亲翻庭抗礼，然后夺回了他的那个财产控制权。那就是说李亮磊帮助王力宏在他母亲那块拿回了一个经济控制权的。对，是的，经济控制权。对，那王力宏也感谢他，对，王力宏也感谢李亮磊。对，他就是那种嘛，我感觉李亮磊他一直属于一个，所以人家不干了嘛，就是抢回来了那个就是经济控制权，然后又把他不要了，不就是陈世美吗？对，是吧？就是周立波嘛。这能播吗？叫李静蕾啊，李静蕾，李静蕾啊。所以说好恐怖啊，刚才名字是不是不要起多音？对，起名字不要起多音字。对、啊、不是李亮磊就李静蕾，我整不清了。周立波能播吗？周立波你没说他什么坏话可以吗？你说这不就是周立波吗？哪个周立波？其实暴风骤雨的周立波就不行。我们没说什么。然后我感觉那个李亮磊一开始可能他王力宏一人一开始以为他是个那个就是说工具人吗？工具也不是工具人，他应该也有爱情嘛，应该是，但是他可能一直以为他是他死忠粉或者死忠爱人，就是他是他的一个相当于神一样的人物，但没想到小人物也有翻手归于覆手归雨的能力。谁是小？那个李亮磊像在王力宏面前不就是个小人物吗？相当于、啊、小人物、啊、以前不是小人物，对，现在已经成功成为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名媛级别的那个叫啥顶流了。嗯，一下就成为顶流人物了，所以说就等于一个小翻身嘛，对不对？嗯，还有个问题，他俩未来会怎么样？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会复合吗？还是说要走到这一关这个娱乐圈不就是说先闹分手，我先结婚，然后再闹分手，离婚，然后再复婚四部曲吗？他以为他是张柏芝，谢霆锋。对，所以说谢霆锋跟张柏芝后来复婚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